是，哎，那你平常喜欢旅游，喜欢去什么地方玩？就喜欢自背包游吧，就是自己背个画架到处去画一些画，写生。真是个女青年啊！我说旅行中的女青年，文艺女青年啊！而且你看人家画画，哎呦，画的多来了吗？真是，你看真的呀！哇，这不是买的呀？啊，这是画的。这是我在那个海边的时候画的那个。拿反了吧？谁说拿反了？这画的是什么呀？他哎，还真拿反了。潘蛋，你看对，我这种洞察力哦，那样看也行。太阳怎么能在海里呢？的时候，你不觉得这样看其实也挺好看的吗？别有一番风味，别有一番风味吧。这就是天地一线间。镜像派，我跟你说。镜像派就是有时候这么看，这个不行，也不错。你看。这么看有信息内容。哎呦，2016年10月6号，马尔代夫。这后面就写上马尔代夫那边画的，有个大夫啊。什么？什么叫有个大夫？还骑着马的大夫叫马尔代夫。马尔代夫专门看马耳朵的。看马耳朵。这就在那直接写的生。对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就是用色彩就好了。然后有时候会画的比较复杂一点。对。但是我觉得是一种回忆和纪念。对。特别棒啊！这个一定要坚持下去。真的是，有功底。那到老了以后，你家里挂满画，然后到处都是一个回忆。自己的画。接下来要上场的小哥，就是陪伴我们走到天涯海角的导游。俗话说啊。